当年十五几年，文化部估计历史建筑审议委员会的委员，一块通过屯台铁桥、台北机场列作国定古迹，全期保留。也就是爱本台铁桥韩国市政府切开来部分来开发部分保存的素材，头摆是专门将复查的复查遗言，在台湾铁道工业发展的历史上有一定重要的地位。也多年来经过的国泰争议，总算得到全期保留的建议。文化部讲，南北爱规划做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另外，遇到时代改变、都市建设、韩国土地开发利益，也按到现实的挑战。台湾轨道铁道工业的位置，常常唔见好的。轨道抢救下来也，也认真经费年底不足，经营呢真蛮辛苦哦。三下来，陆带大家去到高雄、韩国发动天气，了解一个有时代重要性的铁道位置，抢救下来也。在有限的资源下，用来发发又有么个珍贵的历史价值？那运载台里面呢，主要呢就是有这些所谓的仪表板，然后呢车子的位置呢是司机远坐的位置，这个是油门，哦，这个呢是所谓的刹车。后顶铁路天气真润够好，两张腿铁顶口发天冲干润梅柴油火车马，每天能推下来。伫高雄大桥铁头故事馆展示。一个月的话，我们固定就安排一天啊，请我们的志工全部集合，啊，做好一些管制措施，然后让车子能够缓缓的在这轨道上做前后的移动，这样子。故事馆上来动动摸雄心的火车，地推弯从下底推地铁流浪桥，进去火车马，是下底下雄心机关查当中位置保存下来耶。那这个车子是从日本哈，哦，等于是进口进来的。当时呢，它也是在高雄港站这边呢，负责整个站区里面哈，哦，吊车使用。那吊车使用的话，就是它是专门是在牵引这个货物列车的，它有四个动轮。它的扭力很大。故事馆所在的位置在早期的高雄港站，不但像是高雄头一站火车头，也是全台湾最大的货运总站，配合汇流连运 CQ， 还能带动高雄的发展。天然公路运输近来更发达，火车货运每天的满满的业务量，两千捆半烟准是老站回帖。当然，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呢，台铁它当然是希望借由这块土地的变更啊，然后作为这个商业区的使用，那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呢，他也是很想要挹注他长年来的这样的亏损啊，庞大的亏损。不过，两规划在进行全面反弹，铁头文化协会没亏损落去，经过大合推天用铺，选择令高雄人记住老历史，还家的工业发展帮助重绕铁轨的高雄港站暂保留下来。一下提下的推铁界，如果有市政府认证，委托铁头文化协会来建设，除了本地的车头，全台湾两站就该挑出推带新的推两道，管道还有移动老火轮相关该重造文本。那一级的部分就是一些管制品啊，火药类的管制品。那二级的话就是所谓的水泥啦，这些哈，一般砂石的这些东西的一个费用。那包含了有一个它一个基本费率，就是每十公里它要收多少钱。因推动九五栋楼市嘅负担目亏，即交出台表一件，蛤蟆性嘅货运行。哦，那比如说，像这间货运行呢，它比较特别，它是用三型的跟这个一字型，我们那时候都称它叫做雅马一级，好，雅马一级。然后呢，这个圆形呢，就是马鲁，马鲁就是日本的那个发音是丸，好，哦，马鲁，马鲁河。马路一级，好，这是代表每一间的货运行。然后呢，这托运单写好以后呢，就把它放到这个货运柜里面。用主印符号变出了个 smart 时间表，还推贴回到部门封条设计改。那因为中国那边是没有用这个所谓的注音啊符号，那我们是用注音符号的。比如说哥哥就代表是高雄港站，然后呢，古山站呢就是用哥师来代表古山站。专为储备材料润湿子湾站出口，还有文化工厂接送、交通地片，国家赋权呢就当作景点串联。你浪是浪眼，是不也快管到底？你管因此就跟超过八万。不过经费很棒棒，年底除了观众安排之外，其他都会继续跟这个业老职工来排班。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委外经营的一个
案子，那整个在法令的这个限制底下呢，我们的经费来源是有限的。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协会也是透过这个看似说接不同的研究案呢，能够多少能够挹注整个故事馆的一个营运。我们现在虽然是用非常比较是属于刻苦耐劳，而且我们用非常大批的志工协助的这样的一种非常低廉啦，非常低廉的这种经营成本来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投入这样的能量，但是它已经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效益。因为做相关专业，铁头文化协会老故事馆建建到当属分享，还个透过研究更加东西落来更丰富。因为它应该扩展到包括以高雄市，以及我们在台湾，我们全国各地喜欢这种所谓的工业资产，以及对于这种早期铁路货运为主题的这样的一种馆舍，来作为一种观光或者是一种资讯交流平台的据点。所以将来要推广这样的更多的多元化的项目里面，我觉得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佛刹天使类五个故事还替家人留下了个空间继续共联。当时1932年重建的有一点四合院的这个四合院，然后合阳折中的这个盖的方式哦，所以它这个尖塔的形状，我们有说类似哥德式的建筑方式。法莲铁头文化展期，透过系法莲公处着手，系规划管理推动线铁路嘅行政中心。国民政府接手过后，改造法莲管理处，负责所有动线火车精准。日本人为了要开发台湾东部的一些天然资源哦，所以他们在1909年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新建花莲到台东之间的铁路。那因为为了要完成这个工程，所以在191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花莲港的这个铁道出张所的办公厅舍。所以我们会有警卫室，然后还有调度室，然后他的处长室也在我们后面这一栋里面，然后包括他的总务科会计室，整个的组织都非常的齐全。他也是唯一一个地区型的铁道部。水尾洲的发电工插头福建的加东发展，不过天然插头在走老师叫1988年管理处插头过后，第二位就停停了没落来。因为时间的经过缺乏管理，所以它可能会倾倒，或者是说可能因为另有他用，土地要出售，会直接把这些珍贵的木构造的这个建筑物拆除。所以当时的一个最急迫的工作，就是先取得文化资产的法定身份。方言历史界法联公处装修，推翻在轨铁头基地位置，在铁头米老粉丝工作站的抢救下留了下来。2000年开始，陆续老毛行动的建筑等都做历史建筑。2003年开始，陆续向内政府文件会领导申请经费，头每时台日是2000万元，分六期工厂内涨。汉那当年还会变贵百万元经费来维持精准，包含水田维修、老本推铁盖19万租金。花莲县政府经过多年跟台铁的这个协调，希望能够取得这个土地建物的一个管理权，但是这个协议一直没有能够成功，一直到2年前我们花莲县文化局终于跟台铁协调成功，是以租用的方式。那在早期呢，它其实都是像我们看的小小的票夹，一张一张的一张票卡，那一叠的话呢，我们就放到它这个票夹里面，那都有每一站每一站分好，那它的价钱也都分好。透过摩天楼插票都会先进后，每摩风向灯位置是两张路牌套来走通行的保安设备。那这路牌套里面其实有一块路牌，它路牌会这个上面写上说这是哪一站到哪一站，可是他们经由这个摸中间这个圈圈里面会显示出它这路牌中间的这个图案，所以他就可以了解说他拿到这个路牌是不是他要的那一站。不但像前台展示，还做得做推贴符文印章改善，希望上来过年。人去墙边这个提推者，这个签给印章的印力，其他群众位置是职工排班投篮。得到合法管理签过后，人政府希望大年民间从事老印力，达到可文化资产来新润来有起价的目标。包括有知名的松原别馆，有吉安庆修院，
还有花莲文化创意园区，也就是过去的花莲旧酒厂。那在这么多的历史建筑空间里面，铁道文化园区如何走出自己的一个特色定位，那我们相信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铁头位置本应抢救下来，不过因不啦经费很少，提价老新百度而来带土发连铁头文化燃起，大搞铁头故事馆，主要还是用铁头做见证的方向。还那里很多年，无论是国营也是国民银行，伊都推动填充为一个铁发村，主要是用任何老师接来响应。音乐聚落是我们的整个经营的灵魂，慢市集是我们的门面。当初铁花村会成立跟胡德夫老师跟巴奈老师这两位非常优秀的歌手有关系，就是他们愿意去，他们希望台湾好基金会能够帮忙在东部设一个可以好好唱歌的一个环境。首先，二零二零年，台湾好基金会结合交通部观光局的国际公点计划，老铁花村打造了东部原住民的热门平台，连成热门的商品老慢时期没空调而采体。像会有一些那种关山的一些蜂蜜啊，然后鹿野的一些那种红茶茶叶这样子。我们中间这块的话，主要是以就是视听音乐为主这样子，然后还贩卖一些我们的一些我们铁花之前的那个。设计师姐姐她设计的一些文创的商品，因为要去结合，它才可以去呈现铁花村存在于台东这块土地的意义，然后它也能够去呈现说，我们对于在意的不仅仅是所谓外面看的可能非常浮面的一个所谓的收入 income 的问题，我们甚至更在意的是说，如何去呈现台东的那个特色，台东的那个文化。铁花村俩本单是推铁的桥修缮，才能推动桥火车条回铁，并且解放来当桥，还是取安国五道的素材。一许多基金回落来，保留本单的路数的老空间，重新整体，每场艺术家强下来改造。铁花村整个场面大概500多坪，这边原来在连接到后面是铁路的宿舍区，这栋房子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原来是铁路宿舍的。托儿所、育幼院也做过餐厅，也做过他们的员工的宿舍。安分内，铁花村的铁佛店出来，老二十条街巷全部空荣，看起来就了蒙蒙暗暗，就这种轻松的感觉动色彩。也许有一天，我会爱上你。也许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其实大陆也有很多的这种类似于这种清吧这种地方，但是大部分都是驻唱歌手一个人在唱而已，对，观众并没有很好的互动进去，他这种就会一是给这种创作人员减轻了负担，二是说使观众融合进去，我觉得会比较吸引我。可能是散步或者是听歌，或者是就只是点一个饮料坐下来休息，就是觉得从都就离开都市来到这里，真的是很享受。当你拜三到拜一该这么个表演，总系相应团购来听，就去拜三还可以放民众报名来唱。这边的空间其实很舒服哎，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舞台的紧张感，就是台下的人大家都很开心、很专注的在听着自己唱歌，然后很没有距离的感觉。大半开放舞台，本台家来听乐，推动个创作意每种类发表的空间，移动就面对这么意，其实每时地量唱歌。我们每年近300场次的演出，里面有70%是台湾，是东部的文创歌手跟原住民的朋友歌者为主。那除了当然就是台东已经原有的歌手和音乐的资源以外，那也可以用这个当轴心向外去找。台湾其他优秀的音乐创作者，甚至杯白公园的景调，归暗部除了音乐好享受，不但常对出去了解你，还那希望东埔你不是四台车，除享受的到好谈的音乐。说穿了，就是说，就算我们真的用门票了，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我们还是没办法打平我们的这五年来的营运成本，这样，那我们觉得要做创造意义会比营收来的重要。也许用 Live House 去看铁花村，它是不够的，它也是不足的。也许很多时候社会企业去呈现的那种精神，对铁花村来说，它才是更积极的。2023年交通部国际公点计划完成，3年的部署才能结束。
稍提政府的资金落来，除了自家拨款，包含开发文创商品、浪漫实习、做到海南站、韩国老菜提供用专车的直行结合打造。铁花村打造出一个钟头，花莲铁头文化展区用桥东线铁头文化做主题，大桥铁头故事馆是系街上主街富人创站，各种各个特色，每个主题的困难。无论是用哪种形式来做，都是为了铁头位置的生命享受下去。运用搬砖、用搬接是最难解。不过铁头位置选材的价值，绝对不单纯是钱所能出来解。